爸又骗我了，说好今天要出去玩的，就突然说不能出门。我这病明明就已经好了啊，明明说好今天要带我去阿里山的。
你看，我把旗袍找出来了，洗一洗应该还能穿吧。赖导他答应了，他说现在还来得及加个角色。什么意思？啊，不是说过了吗？房租水电都快没着落，要想办法啊。这样家里怎么办？小孩不顾了吗？你怎么那么自私啊？不是嘛，家里不会怎么样啊，家里我还是会顾啊。好好好，我再去跟他说，不去就是了。可是你是有什么好生气的？我就只是想要帮忙而已啊。钱我会处理，男人的事你不用管。什么叫做男人的事？你算什么男人呢、啊？你整天窝在家里，好手好脚不出去工作，写那么多，还不就赚那几个钱？拜托你现实一点好不好？你那种剧本现在已经没有人想要拍了。好了，不要再扯这些了，我现在不想听。你如果不乱花钱的话，现在不会变成这样。我乱花钱？怎么不看你自己啊？你买那一台那么贵的唱机做什么？给谁看啊？有事没事就买那些手表、茶壶，还有那一条贵的要命的鱼。够了没？哦，还有那个什么供养观音的功德金，每个月一包一包的在给，你有没有连菜钱都给他算了？你莫名其妙，搞清楚，要不是他的保佑，今天没吃的病会好吗？你给我闭嘴！好啊。钱都给观音好了，全家人都跟你一起过西北风好了。我为了家里的开销，你知道我跟我妈妈多么伤心？你算多丢脸！丢脸！穿这样出去抛头露面，我能不丢脸吗？你说什么？你干嘛？还我！尤其是码头姑娘最困难的几个地方呢，都感觉不到杜美心小朋友有任何的失误，真的是相当的不容易。希望你可以继续加油。第一个小朋友呢，已经连续卫冕四次了，每次都带给我们很大的惊喜。今天所演唱的《寻寻觅觅》呢，其实相当不容易。我当评审十几年来，第一次听到小朋友来演唱，还唱得这么的好。两个人的实力确实是在伯仲之间，难分胜负。一下进广告，广告回来就好。Thank you.
美心，看前面喽！你不是要送一首歌给爸爸？你等一下，他好像在听。咻咻咻，爸爸来打猎了。今天森林里出现了一只好大好大的山猪，爸爸的弓箭准准命中山猪的脚，山猪好生气，他冲了过来，用力把爸爸撞倒了。
回家后，小女儿莎莎不眠不休地照顾爸爸，但是爸爸的身体总是好痛好痛，帮爸爸擦药、喝汤都没有用。躺在床上好多天好多夜，爸爸的病都好不起来，莎莎难过的睡不着了。她决定要出门寻找治好爸爸的方法。莎莎翻山越岭，到了丰饶神的宫殿。丰饶神的宫殿是一座金色的大房子，在森林的正中央，大门就开着，只要是森林的居民都可以自己进去。莎莎说：求求你治好我爸爸的病。丰饶神说：这是一种神奇的花，只要它盛开，再严重的病痛都会痊愈哦。丰饶神给了莎莎一颗种子，但是你得用最珍贵的东西灌溉它，丰饶神说。莎莎心想，爸爸有说过，全世界最珍贵的神水就在天空树上。莎莎启程了，她走出丰饶神的宫殿，她来到小森林，一路向前。刚好搭乘一座桥，当莎莎过了，
不得了了，树林里有两只鹿在打架，打得好伤心，小小觉得很害怕，该怎么让它逃过去呢？怎么会？神水竟然早就已经干掉了，没有最珍贵的水，就没有办法让花开了。爸爸不忍心看莎莎这么难过，把她叫来床边，告诉她：没事了，没事了，爸爸只是要睡着了，只要你好好的，爸爸什么都不怕。莎莎难过的哭了，她的眼泪滴在泥土上，渐渐的，土里冒出嫩芽，嫩芽长出枝叶，枝叶开出花苞，花苞绽放成一朵美丽的郁金香。原来，女儿就是她最珍贵的东西。爸爸的病好了，为了感谢丰饶神，父女两人一起把花种到土里。山坡上开了好多好多的郁金香，丰饶神也好开心。从此以后，莎莎和爸爸一起照顾这片花海，永远开开心心的
生活在一起。10月9日台风天，今天我的病还是没有好，又要一整天躺在床上，真的好讨厌。但是有一个好事，那就是爸爸送了我一个礼物，是一本故事书。睡觉的时候他一句一句的念给我听，我还在上面乱画，把故事改得很好笑，好好玩。爸爸教我折故事里的那种花，色纸用完了，我们就拿爸爸不要的稿纸来用。一开始折得很丑，可是爸爸很认真教我，真的好开心。而且折了很多魔法的郁金香后，我的呼吸就变得很顺，真的好神奇哟。我偷偷把最漂亮的一朵藏在书里面，这样小草念故事的时候爸爸就会看到了。
9月19日，天气晴。一个人在家的时候，我也觉得很害怕，越想越紧张，然后就会跟以前一样，头好痛，不能呼吸，一直发抖和咳嗽。好久没有这样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明明同学大家都好好的，但我就会想很多，很担心会有不好的事情，常常吸不到空气的感觉，睡不着。在想说睡着以后可能就醒不来了。睡不着的时候，爸爸都会带我去找何老师，感冒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，爸爸也会带我去那里拜拜。因为我以前病得最重的时候是给何老师看过才好起来的，所以爸爸很信任何老师。妈妈说不要太相信那个，可是爸爸相信，所以我也相信。我要努力赶快好起来。88, 86, 87, 88, 88, 86, 89分。